这次承建遭收押禁见，对于瑜伽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大影响吗？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记得一直打来啊，一直打给我啊。欸，其实讲真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你们还少啊。我讲真的，我接到记者的第一通电话，就是他是跟我讲说，他现在出了一点事。我说什么事？反正就。对，我知道，可能比你们还早。那现在那个两个小孩不见了，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因为现在在司法审判嘛，那如果真的有罪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这样啊。我也蛮痛恨就是诈骗集团这个事情。然后小孩子我们是很想把他带回来，只是目前都找不到人，因为我们。每次跟他联络的媒介其实都是透过菲佣，啊，菲佣现在也不接我们电话，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办。其实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了，因为可能每次打电话给菲佣啊，然后菲佣都跟我们讲说他们要带他去饭店啊，或者是哪里，或者是干嘛的，所以我们大概跟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面，只有透过那个。视讯电话见面，对。那有那个社会界的记者写说，那个 Gary 他的月收入有上百万这样。那你知道他都在做什么吗？我当然不知道啊，我当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你说一个，我要顾的只是我的两个外甥哎，我基本上他在做什么不会管他，也不关我的事啊，他已经成年人了。他确实有在立委办公室工作吗？没有，所以他有名片，这是不晓得。我不晓得，我不清楚吧，我都没有在立委办公室工作了，所以我说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还多。那知道杰夫有这样的身份，你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当下的心情，瞎透了，真的丢脸，真的很丢脸，可耻。我说真的。那从以前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有这种感受吗？就是会觉得他是一个车手吗？有这种，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宅男，就是宅男嘛。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不熟啊。我讲真的，我跟他不熟，私底下没有很多的相处，基本上都是小孩，都是因为小孩才会一起出去。警察从他身上
收到200万。他是一个就是手头很比较宽裕的人。好像没有哎、欸，他有一次好像不有钱，然后去 Costco 买个肉。小哥他们要回来吃烤肉，然后他还跟我妈拿钱啊，我记得。拿钱？生活费吗？拿烤肉的钱。他烤肉9000多块，然后我妈给他1万，他说刚好补油钱这样。啊？对。而且，就是，哎，反正就是为两个小孩觉得很可惜。真的，因为二姐其实那时候留下了蛮多的钱给小孩子的。大概留下多少？我不清楚，可是应该不少钱。有给小孩子？有百吗？应该有破千，一定有破千，一定有破千。就二姐留给小孩子的钱，是留给小孩，只是留给小孩。可是我们因为毕竟自己留给小孩，如果他有好好照顾小孩，那就好了。可是现在如果有关系到这个司法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他那些钱你本来是要用来养小孩的，那你后来这个到底要怎么办，我也不晓得。那你们会把他要回来吗？这个钱会不会担心琪琪留下来的钱会被当作赃款扣走这样？一定会，我觉得会。如果他不是被抓了吗？对，他是被抓了，确定被抓了的，对不对？那对啊，一定就是会被扣啊。如果他有涉嫌到这个所谓的诈骗这个事情的话，我是真的觉得很瞎。嗯，爸爸会帮他找律师吗？不会。那些不可能。小孩的部分是会怎么处理？对，如果找不到会怎么处理？对，怎么办？继续找啊。民进党的双重标准真的很恶心，也很可恶。如果今天要用民进党的角度来检视于天的话，那要不要来连连看呢？这个女婿曾经跟蔡英文同台，难道蔡英文也是共犯吗？甚至黄杰说于天的态度很清楚，说该关就关啊。徐小新说他只管自己的事情啊，他完全是金鱼脑。在4月13号事情发生的第一天，我就说该关就关，而且我还加码说我认为要从重量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还。民进党前立委于天的女婿陈建，因涉嫌当诈骗集团车手头遭检方收押，对此于天表示并不知情。而同样因卷入大姑诈骗案，近期被绿营围剿和放大检视的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也受访发表看法。其实我并不会去用这个政治攻击的角度去看，那我相信于天知道这样的事情，那他一定也很伤心，尤其是他们家还有两个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嘛，那这个自己个人做的事情个人担，都是成年人了，那于天我相信他也是非常的生气，那确实依法该关就关。那像我当时我的姻亲涉及到诈骗案件的时候，我也是一模一样的态度，只是民进党的双重标准真的很恶心，也很可恶。面对到我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多礼拜的放大检视，不合比例的攻击。如果今天要用民进党的角度来检视于天的话，那要不要来连连看呢？这个女婿曾经跟蔡英文同台，难道蔡英文也是共犯吗？然后于天他事前知不知情，需不需要调查呢？女婿有没有资助过于天的选举？那女婿是不是于天的特助？那需不需要告发让检调进来查金流呢？黄杰说德不配位，于天是否也德不配位，需要开除他的党籍呢？以上这些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以民进党这些日子以来，包含绿媒，他们的角度都是肯定的，不是吗？所以为了政治让自己变成这么恶心的人，大家真的看得下去吗？所以这一季的回力镖来得又急又快又大力，那只能说是把他们打到头都打断了。我从4月13号开始，几乎每天都接受媒体的访问，也都是问到饱，不像老鼠节今天被问到的时候是抱头鼠窜。然后于天包含于家人也没有非常充分的在媒体前面对这件事情有完整的说明，所以到底是谁面对事情有公众人物尽到公众人物的责任？我相信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他们胡扯硬凹就可以凹过去的。甚至黄杰说于天的态度很清楚，说该关就关啊。徐小新说他只管自己的事情啊，他完全是金鱼脑。
在4月13号事情发生的第一天，我就说该关就关，而且我还加码说我认为要从重量刑。结果黄杰的脑子似乎只能储存7秒就忘掉了。那至于我说我只负责我个人的事情，这很正常啊，每一个成年的人的事都只能对自己负责。今天我没有涉案，难道要把我抓去关吗？这也不符合我们宪法上面的相关规定，刑法上面的相关规定吧。所以于天的女婿犯了错，于天的女婿要负责。那我的姻亲犯了错的话，他要负责。我如果今天有犯错，我要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黄杰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混为一谈呢？难道他的记忆力真的比金玉还少，不到7秒吗？那对于就是民进党的双重标准，你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去查于天的经由吗？是跟女婿有关系？我不想成为像他们那样恶心的人。我觉得政治还是有是非跟黑白的。虽然他们对我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恶心，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会不作为。所以我的个性跟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还。但是我的加倍奉还是要奉还在对的态度、对的价值、对的事情上面。所以未来我会持续用最严厉的标准来检验民进党，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继续勇往直前。